难道他出去了？但是我没听见开门的声音。那再往前倒点吧。好好好。前后半个小时都看了，没有人出入。不对劲，绝对不对劲，真的有人进去了。林夏，你那个房间太邪门了。 绝对有问题，我再也不会去住了。不是你要去哪儿啊？回家呀！你要不要跟我一起？你走吧。那你自己要小心了，别再去廖涵宇的房间了。如果阿成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我梦里看见那个人影，不对，不可能是梦。 胸窝，自两侧提升到胸部。 身体往前倾，三分钟往前倾，越倾越好，手张开，往下。想办法把他带走。呼吸，你手要高一点。哎，莎莎，西丽，这么巧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跑步啊。哦，有时间跑步，没时间回我信息。挺好，你继续，西丽。 身体要再往前一点，手高一点，哎，高一点，对，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这是我的气啊。其实我今天呢，专门来找你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发了朋友圈，有定位的。 学的，刚刚那招叫应力啊！哼，阿神看的偶像剧，里面演的，喜欢吗？跟着阿神混，你小心智力退化。西丽，可妹已经走了吧？操，还没练完，走哪儿去啊？哎。
你别打了，跟我去吃早饭吧。你不用上课吗？我今天可以晚点去。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？你的戏演得太过了。你回去上课吧，我先去找西丽。莎莎，怎么了 ？Sorry， 是大师兄让我来的。啊？ 其实西丽她很烦你过度关心她痔疮的事儿，她觉得很丢人，又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，所以昨天晚上专门给我发信息，让我想尽办法转移你的注意力。那他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呢？男人嘛，还是很在乎面子的。都快脱肛了，还说什么面子啊？你以后在西丽面前。 还是注意一下用词比较好。好，算我错了。我说话就是没考虑别人感受，我改，行了吧？莎莎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为什么？我送你坐车可以吧？你说，你需要时间去想想以后会怎么样。那你现在是想清楚了吗？我还没想清楚。 那你就别送我了，自己回去想清楚吧。师傅睡下了，谢谢你，林施主。别客气，用得着我地方一定告诉我，我一定要尽力帮忙的。师傅，只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你。我明白。 其实睡眠是一种治疗，而梦境是我们与自己交流的过程。虽然睡醒之后，梦里面大部分的内容我们都想不起来，但是某些碎片还是会留下来。就像我们很久之前看过了一场演出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只会是一些小片段，又或者某些特别的 情感体验，所以我经常说，每一场睡眠都是一场复杂而微妙的演出。
哎，杨教授，去我办公室吧。进来吧。坐。我早晨跑步的时候看到你和你那个朋友在一起。哦，你不是跟我说你已经安排妥了吗？ 陈教授，其实我已经很努力把这段关系冷却一下。可是，你还是放不下。他们家出了点事儿，我不可能看着不管。你的生日是在元旦吧？24岁生日，很快就到了。我很担心你的状况，特别是上次在医院精神科，我看到你的反应。 我觉得问题比我想象中严重。你自己呢？最近有什么感受？情绪上有什么异常的反应？梦游。我以为我是在做梦，可有些细节太真实了。我知道小部分人会残留梦游时的体验。以前有没有出现过？据我了解，没有。 小时候呢，家人就没有说过。没有。梦游的时候，有什么异常的表现？上厕所，吃苹果。我以前从来都不吃苹果的。你最近精神压力是不是很大？ 陈教授，我上次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吗？没有出现器质性病变 ，PANSS 量表评估也没有太大问题。陈教授。 我现在应该该怎么办啊？静观其变。以后有什么问题，不一定在我课上找我，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。人到最后，都得学会接受自己。我知道很难，我会尽力帮你的。 一种强烈的不安感再次袭击了我，我感到了心脏强烈的收缩，甚至开始痉挛。这就是一种病灶吗？这就是我精神分裂的开始吗？家族的宿命，我真的无法解脱了吗？
呀，行了，你别闹了。我这弄得挺好的，你看。什么？师傅，你醒了。您今天看上去精神不错。徒儿我正在练习炖牛腩呢，可手艺不行，还是赶不上师傅您。师傅，这师母啊，含在生我的气，说怪我把李施主给牵扯进来。喂，丽塔，又系我啊！我上次讲过咧，咪你千百万嗰个单位咧，咪话可以可唔可以等到千三百几，咪话即刻上业位。喂，李太，喂，管得着吗？你又不是我妈，我妈都不管我，你算老几？别这么盯着我，没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很帅吗？不管我，我妈在英国，说要来接我，到现在都没有来，没有人关心我，回到家里也没有人问我吃饭了吗，冷不冷，学校又教了些什么，未来是什么，我根本不关心。写诗啊！有趣？什么有趣的事儿？老板，成年人说话要负责。谁用过的？滑板呀，机车什么的，我还是挺喜欢的。我喜欢这种速度，风刮过去的感觉。但是我怕摔，太疼了。大叔，你是不是痛风了？行了，好好做你的面吧，别想拯救失足少女了。以前的滑板吗？西丽，你怎么把我的旧滑板送人需要帮忙吗？不
我爸不管我，我妈在英国。说好了接我。那不是危险的滑板吗？苏利安，这个盒子是廖汉宇临终前专门发邮件给我，让我爸找出来，应该对他来说特别重要。 这里面是一些星云图。你看，这都是麒麟座。麒麟座，在四大星座里，双子座以南，大卷座以北，小卷座与猎户座之间，形状像一头独角兽。 我们国家天文学家翻译成麒麟座，非常美。这麒麟座有什么特别的吗？要说特别的话，麒麟座里有一个特别的天体，被天文爱好者评为十大最美星云之一。十几颗翠蓝色和金黄色的恒星组成了一个疏散的星团，从天文望远镜中看不出它的颜色。但是天文学家还原了它的颜色，就是淡淡的玫红色。 像蔷薇的颜色，所以叫蔷薇星云。蔷薇星云，嗯，是一个星云集合体，像一朵盛开的蔷薇。蔷薇，找你几次你都不在，还以为你跟他一样也突然消失了呢。 我是来告别的，明天就要飞日本了。这个，麻烦你帮我还给他吧。哦，还有这个，算我请客，最后一个了。蔷薇。 算是吧。去哪儿啊？他不回来了吗？那个你上次来藏在大箱子里面，其实里面有个蓝色小盒子，我想应该是他准备送你的礼物。这是玫瑰星云。 又叫蔷薇星云，距离我们3000光年，被很多的天文爱好者称为宇宙情花。廖涵宇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知道你的名字就爱上你了，所以他也收集了很多像这样的优惠券。他就想跟你一块吃饭，跟你一块聊天，跟你有更多的共同话题。 他就是一个很温柔、很善良又很细腻的男孩，只是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感情。你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以为他发现你在夜场跳舞，看不起你，所以失踪了。其实不是的，他就想跟你告个别。 什么意思？廖涵宇怎么了？他是不是出事了？他生病了。廖涵宇他去世了。 选择告诉你，自己默默的离开，是不想让你太难过。
我看到他送你礼物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内心深处是想告诉你，他是很爱你的。我本来已经决定忘了他，一个人去日本开始新的生活。抱歉，我本来也没打算告诉你，但是我就觉得你应该要知道他对你的爱，至少以后你想起他的时候不会有太多的悔恨。其实恨一个人比爱一个人难多了。是不是喜欢那个大胸小姑娘啊？我告诉你，人家还没成年呢。开玩笑的，你不是嫌我多管闲事吗？逼你做运动吗？那你现在来跑什么台阶啊？菊花残嘛，你要是觉得没面子，干嘛不直接跟我说呢？哦，对，你没法说话。对，我就是口无遮拦。你看，我这，哎，我疯了。不行。西丽，你记得这儿吗？以前就是在这儿，你天天逼我跑步跳台阶。我还因为这样天天跟你生气呢。不过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，没有压力就没有今天的我。哎，放心啦，我肯定不会再走回头路，我已经跟以前彻底划清了界限了。放心啦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会抛弃你的。就算你老了，走不动了，我还是会在你身边照顾你。不过，我当然希望你健健康康的，不然又老又弱，我照顾起来很麻烦的，知道了吗？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不相信？你点的是信还是不信啊？相信两个字，不相信三个字。谢谢你了。你不相信也没办法，你没得选择。我们现在玩一个很厉害的游戏，谁先上去谁就赢，输人请吃饭。石头布，再来，剪刀石头布，你怎么又是石头了？鄙视我脑子不好吗？来，你要是石头了，剪刀石头布。
你怎么出事的？你就知道我怎么捡到这银子吗？你脑子坏了吧？故意想我赢，就是不想请我吃饭吗？莎莎，都一整天了，你怎么才通知到我们啊？西里醒了吗？怎么突然从山上摔下去了？要不我去找医生看看。完了，不就从山上摔下去了吗？有那么严重吗？阿成，其实西丽一直是个病人，以前查出了咽喉癌，做了全切手术，所以不能说话。现在复发了，转移了，晚期了。算瞒你们，但是我也才刚知道，西丽她一直瞒着我，都想找个机会告诉你，但是什么？你早就知道了。你们都知道，只有我不知道是吗？你们打算瞒我瞒到什么时候啊？是不是他突然走了，我才有可能知道？